好，因为我们下一次的录制呢，我们要请你们配成情侣装的概念。哦 ，CP 感的 ，CP 感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桌上呢有八样刚刚你们在场的八位男性提供的私密物品。八位男性，对。那我们请四位女生各选择一个物品。你选择到谁就会跟他成为情侣。哎呦，对 LV 的选项，对，应该有女 LV， 我玩一个，我要女女，这什么万宝龙？带回去的，谁送你？谁送的？尺，不要选，为什么会带尺啊？好奇怪，哎，这个是女人吧？偷喷，我可以选这个，这是女人，你不要喷别人香水，这个好，这是女人吧？这很像夜店 boy。有点 boy， 有点 boy， 有点 boy， 有点 boy 是谁呢？记得这些香水的评价，有点 boy 的香味，叫我一定要看成夜店 boy， 夜店 boy， 夜店 boy。好，那现在四位女生，你们再把现在场上剩下的四个东西，就是两两配对。薄荷棒蛮老，还是尺跟这个人。好，这样啦。好，这比较便宜区贵的。便宜区跟贵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女生先讲一下你选这个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就公布就是它的主人是谁。好，我们先开始。我选药水是因为我很需要这个，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请问它的主人是？是我。普信很可爱啊，谢谢。而且在场这边都好像普信最配我，辛苦你了。好，你先说。我要讲哦，我很在意就是男生的穿着。好，你要配合我，就全部都听你的。就像艾丽啊，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我今天外面喷香水，然后这个女香很香。你猜她是谁的？女香应该是维夫莱，我是会喷香水，我是我不知道哎，都有可能哎。好，请问她的主人是女人香。哇！前面在讲香水的时候，他也在整理头发，要出场了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小香，这是你平常喷的吗？是我喜欢喷在家里，或是有时候补一点香水。补在哪？补在身上。补香水。恭喜，你快把整个喷完了。好，不要再产生。请问你选择的原因？我想知道谁是夜店 boy， 就是夜店谁啊？你会好好奇。他的主人是。谁啊？谁？是我。不是吧？是好几个香草体在做。夜店还好，夜店是小宝，是夜店宝。哎，对，你什么太喷喷这一块？你今天可以换一瓶，因为很多夜店都喷的。好，我很多，这是其中一个。我对度数一样的，我就只是觉得，哎，他也戴日抛，然后透明银眼，然后度数跟我差不多，我就哎，还有默契哦。好，我们来公布他的主人是。是我。因为 YC 是觉得豆豆是全部女生最值。那你这样今天踩我踩成这样什么意思？眼里都是吵架，吵架。好，一次。我们剩下四位还没有拿到的，我们就到前方拿自己属于自己的物品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，大鼻屎啊，没事，我们刚好出来嘛，出来了。要换一下吗？天天都在配，然后换一下。然后手部啊，赢的配东西我都知道。不是你们两个捡到手部，我们两个捡到手部，赢的配赢的，输的配输的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输赢。你们谁想要赢的？赢的刀石头布。好，好，好，来 ，OK， 伟进战队，来，伟进战队，小赖战队，小赖战队 ，OK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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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